大家好，我是小猪佩奇，欢迎收看《糖糖亲子游戏》。这里是我家的洗澡间。今天呢，我家买了一个白色的喷水浴缸，请大家到我家来参观参观。看看，这是我家的白色的大浴缸，里面还有水呢。它可以真的喷水哦，它不只是一件玩具哦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。那他们都是糖胶做的哦，你看软软的。哇哇，质量很好哦。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来看看我家的洗澡间。这边是衣服柜子，衣服柜子上面还挂了两件衣服。下面是地毯，墙上贴了一张照片，这是窗帘子，橙色的窗帘子。墙上呢有洗漱用品，还有吹发、吹风机、沐浴露。这边有一个大的帘子，绿色的帘子，这是一面粉色的墙，地板是黑色的。现在放上我家的浴缸，请我的爸爸和妈妈和弟弟，我的一家来房间里玩。那洗澡间里还有一个大的垃圾桶，一个吸尘器，这是手提的吸尘器，上面的盖子可以打开。还有一个小的粉色垃圾桶，一把笤帚，一个簸箕，绿色的簸箕，还有一把刷子，都是用来打扫洗澡间的卫生的。哦，我想洗澡了，爸爸妈妈。池子里放上了水，你可以放心的洗澡了。琪琪蹦蹦跳跳的，一下子跳了进去。乔治也想要洗澡，我要洗澡啊！跳起，乔治一下子蹦了进去。快来看看这款浴缸是怎么使用的吧！按下这个按钮，水龙头就可以喷出水了。喷水哦。
已经想要洗澡啦。啊，快让我试一试新浴缸。试试它怎么样，好用吗？舒服吗？佩奇正在冲澡。哦，这个浴缸还会发出声音呢。哇，好舒服，好凉快哦！还想要再洗一会儿。弟弟乔治也要洗澡，我也要洗澡。我们给佩奇也洗洗澡。佩奇和乔治都洗好了，看看他们洗的好干净哦，好漂亮哦。妈妈说：“宝贝儿，看看房间里弄得满地都是水，哦，我要拿笤帚来打扫打扫卫生。”妈妈就拿来了一个吸尘器。妈妈就把地上的水和垃圾都打扫一下。可是还是有点脏。那勤快的爸爸就说：“那我来打扫打扫。”爸爸就拿来了笤帚和簸箕。那就把地扫得很干净。又拿来了垃圾桶，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面。但是还是没有打扫的干净哦，妈妈猪又拿来了刷子来刷一刷。然后呢，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面。好了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参观完了小猪佩奇家的洗澡间。小猪佩奇家的新浴缸真的很高级哦，它真的可以喷水哦，它不是一件玩具呢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小朋友，拜拜。